师傅，师傅，等一下。签个名，签个名。叫不到了。签个名。师傅，签名，登记处。签到，签到，签到。这里要签到了。来来来，签到。来，签上你的大名。签上，签到这上面哈，你们签这上面可以写大一点。签个名字是对二哥的一个祝福。嗯，哥，公，马爷应该提个毛笔啊。这书法家书像满，桌子写得好。月九，签到处。哎呀，漂亮！来，先排队啊，那个没写的先过来写一遍啊。你先带头。我先带头啊、我先带头写这边，小马。是吧？写的不错嘛，我的妈呀！谢谢谢谢，小子，来，您这块就特别好啊，辛苦你了啊！谢谢，大师兄辛苦你了啊！不会，自己那个看一下，那要不要先签到一下？我第一个签到。对你签我上面，我签你下面，签上面，签大师兄，签上面，签上面，不是，你是大师兄。呀呀呀！哎呦，哎呀！哎呀啊！好。好，来大家，来来来，大家快点来，要写个礼嘛，这不用就写。来到这里的贵宾都到这里签个到，下次我留个纪念。啊，对，是啊，看到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好，辛苦小马哥了啊，不是不是，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，辛苦大师兄了，应该的。来来来，一个没签到的来签到啊。来点，拿过去，突然就下雨了。对，来陈爷，等我们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哈，现在，所有的来访宾客都要到这边来登记了。啊，来了多少人？都要登记了啊。宝马的自行车。不好。来，兄弟们啊，没有登记的过去来登记。先登记一下。先登记。OK。先登记。那还有没有登记的来？写对都可以，抖音名字吧。还有一个人，还差一个人，来一个。大龙，对。林记，好签哈，你写的人家不认识。来下一个，这大家一个一个的要先过来这边签到。二哥家的公子，满月酒哈，概不收礼。龙飞凤舞的感觉。好 ，OK。哎呀，好像我搭理你吧，学这么大。你知道就好。你看我写一个小马一丢丢，你写个那么大，占了我四个字。我的妈，太长了。梯形的马。啊啊，对对对，那写好一点哈，写好一点，等一下我数人数都不好数的。哇，肚子可以。你写小一点，等一下我不好数。哇，龙飞凤舞。啊，你们签更有意义，知道吧？我写的话，没多大意义，知道吧？签一个，自家也签一个吧。等一下，大家留在这上面一个足迹啊。刘总大概啥时候来？他不会来。哦，他没时间是吧？嗯。老板来签到一下哈。叫一下李总，他们团队的。那是。李总，哎，你签到一下吧。什么到一下？你到了要签个到。你帮我一下就行。我写不好你的名字，你名字太大了。来来。你是大学生，好不好？我就在好远的地方，只见你声音，听你声音，没见人。没有，我看一下那个宝宝，知道吧？啊。在里面抱宝宝。在抱宝宝是吧？好久没写了，都不知道会不写。正宗。好，感谢漂亮，感谢张哥，漂亮。亮亮。还有那个摄影师也要。我这个是明星签名啊，我要签一个。赶紧，后面还在排队。在直播。哎，直播。签这里。签这里啊。大家都写那么小，你签那么大，等一下不够写。我说了我是明星签名嘛，刚刚都跟你说了，我说要，所以我在找这个角落。这一份二哥公子哥的满月酒啊，签到。因为签到是代表是每一个人对二哥公子的一个祝福。所以这个任务交给我很重大，记录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足迹，到时候二哥会把这一个作为一个纪念放在家里。啊，签这名字都是对二哥的一个祝福哈。啊，今天你们个个都很帅哈。习总，签上这上面的名字啊，都是对二哥的一个祝福啊。现在签字的是我们的二花。嗯，
名字是对二哥的一个祝福啊。今天二哥就说了，这个所有的粉丝家人一定不收礼物，知道吧？不是说您自己您的不收，知道吧？能留下礼物放回去啊。然后如果照顾不周的，多多包涵一下，好吧？嗯，是吧？不会不会，来到里面去坐，到里面去坐啊。嗯，大叔叔来，签下名啊，签名对二哥的一个祝福啊。大叔叔，大叔叔，最大的叔叔啊。来，谢谢啊，签名，嗯，来，这个随便坐啊，随便坐啊。哎，要喝水，这都有。好多贵宾来了啊，都在那里，现在正在闲聊。我这里签到处的话，现在还没有来，等一下过来的话又一。好多人啊！欢迎到这里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来来来，签到签到，这里到签到啊！签到签到，来来来，签到啊！那女孩子我就不发烟给你了哈，自己拿去他们吃哈。哇！对，签个到签个到。对，好嘞，这是给二哥一个祝福哈，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。到嘞。来来来，你签了没有？写了证明都不知道就。师傅师傅师傅，等一下。叫不到了，签个名，师傅，签名，登记处，签到，签到，签到，这里要签到了，来来来，签到，来，签上你的大名，签上，签到这上面哈，你们签这上面可以写大一点，签个名字是对二哥的一个祝福。哇，现在签字的是海哥啊，不管抽不抽都要来一根啊，这个。可以发烟，但是不可以点烟。对对对，啊！现在签这个嘴巴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是谢谢啊。嗯、里面随便坐啊，照顾不周啊，这个、多多喊喊一下。哎，龙哥头一下，这只。好，龙哥漂亮，来，哎呀，还有没签字的兄弟有没有？来，来，还有哪个没签字的？都要签吗？啊，都要签，在这里。嗯，在这签下去。嗯，对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到这里是赣州的特色。是网友是不是？对，网友是网友这边的话，礼品这些一定不收。啊，礼品不收。新来的。不收也要签吗？来了，这是最大的心意，礼品红包，拿回去啊！来了能留下，东西放回去哈，放回去。二哥已经说了，一定来的人一定收，一定不能收。看这个网友们一定不收，因为不能破了他的这个规矩啊，不能破了这个规矩。哎，不能破了这个规矩，来来，老板，老板，这是写名字吧？你来了，这是最大的心意。你签一个名字对二哥的祝福。好，好嘞，啊，好嘞，签个名字对二哥的祝福，来。美女，我这个签不了。签个名字，抽支烟。左手嘛。来，右手拿烟。哎，左手都可以写。那你读书的时候怎么读的？怎么写的？啊，小张，来，左老师来。哦，我以为你签一个啊。你读书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手。签个字，第二个的一个祝福啊。好，你手痛。要写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不抽也不抽，接一个啊，接一个祝福啊。来，咱们马哥那个罗帅哥，是吧？来，抽根烟，来签这个可以抽。这个是啊，对，来。签个字，签个字，帅了啊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来！我刚才没签字哈。一过来，对，刚刚你没签字，忘了啊。这是最帅的哈。蔡哥，你爱真的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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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弟老弟老弟啊，来，你加上面了啊。加上面，对。好嘞，谢谢我马哥。然后这个重大的任务。已经工作完了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现在给到二哥，走。马上开始啊，是吧？人单全部在这里吧？对，都在这里啊。来，收好啊。所以到的人全部签名了。肯定还有遗漏的。还有遗漏的。就是村里面的亲戚啊，这个没有签。够不够？25个钟。网友们都签了。好的好的，辛苦小马了。感谢兄弟们啊，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我们要马上就要开饭了。辛苦马哥了。不会不会，应该的啊。辛苦大师兄了。应该的应该的，辛苦马夫。谢谢马嫂，应该的。对，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没事没事，拜拜。